文舞蹈剧场为嘉义在地的现代舞团，连续四年参加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任我行空间提案计划，今年首次以文本创作为出发点，将舞蹈融合专业知识呈现。任我行空间计划是表演艺术中心希望可以活络中心非剧传统剧场空间的户外场地，然后可以在这些户外场地也有艺术发生。因为大部分的观众都会觉得要看表演就是要到剧场里面，但其实表演可以在很多地方。今年的主题塔菜舞蹈剧场以两种口白搭配舞蹈，一个为官方历史的角度，另一个则是站在制作人苏品文的视角来阐述。表演共分为六幕，每一幕皆会介绍一种经典舞蹈，而最后更特别加入跨文舞团的风格和特色。独特舞蹈剧场的第一幕是欧洲芭蕾，第二幕是美国现代舞，第三幕欧洲舞蹈剧场，第四幕日本舞踏，第五幕台湾现代舞，第六幕嘉义舞蹈剧场。当初之所以是这样选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大学时期其实有一本非常简易的但是非常有趣的台湾人写的世界舞蹈史，我就特别从这本书里面再去挑选出一些我的舞蹈生涯里面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这几个舞蹈类型。多数人进剧场时都是抱持着轻松愉悦的态度来观看表演，但是对于表演背后的意义可能一知半解。讲座式展演的目的在于让观众在享受的同时也能够增进艺文知识。通常的传统舞蹈表演都是由舞蹈动作串联在一起的，基本上不太会有口白，然后这些口白也通常是比较抒情的。但是这次塔菜舞蹈剧场是一个讲座式展演，通常我们会去听讲座就是得到新的知识，所以大家来看这个作品，我们也是希望观众可以得到新的舞蹈知识。讲座式的展演就会有点像在上课的感觉，然后就像在坐在一间教室，然后老师在讲，然后那个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就在跳舞嘛，就很像是一片一片的投影片这样，然后这样换，然后觉得蛮有趣的。我爱你。塔菜舞蹈剧场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观众在表演结束时带走的不仅仅是眼睛所看到的，更能将背后蕴含的知识加以吸收，并在离开剧场后传递给身边的人。中正怡保、郑心莲、郭玉轩、嘉义民雄报道。